统治游戏时间，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来到统治职业游戏室，我是紫云统业。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么一个亚瑟王的出装加战斗视频。那最近呢，这么一个亚瑟王和这么一个应该是基地，就是寒冰，是出了这么一个钻石购买啊，对，就是98钻石啊，带走一个，这两个英雄呢都是同样的价格，然后呢，我拿走最后所剩无几的最后一点钻石啊，200多左右吧，200多的钻石啊，把这两个人物买了下来啊，没错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穷酸的就只剩这么10个钻石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依然还是在坚持看一下能不能，在今天呢把这么一个这个只要6888的这位多米诺英雄给买出来。那现在呢，依然是给大家玩这么一个亚瑟王的出装以及战斗视频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游戏啊，没错。那依然是出装是从九游的那个上面看的所以基本上看九游吧，九游不坑啊，我就不坑啊，没错。哎，我们速度找到一个亚瑟王啊，不然如果说被别人先选了的话，那我们这里的话就会感觉略坑啊。我方阵容啊，亚瑟王啊，剑圣哈比，没错。我记得以前哈比好像是300金币买得的，就是比较早期的玩家都买了这个哈比，然后现在哈比的话貌似都比较强了，现在还有那个孙悟空也是都已经比较强了。其实当时真心的是不知道有那么强吧，那时候基本上300块就能买得到，当时300金币带走。那现在想想看，300金币能买的什么英雄也是醉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呢，我现在是主要是之前的视频不是卡嘛，然后现在呢我调了点东西，应该不会再卡了，试试看吧。那现在呢，我先加一个第一号技能，然后依然是我看一下，是出洛兰顿的话就是索瓦顿和一个远行巨剑，这是一个出门装，没错。然后呢，我们走一下上路，剑圣再走中路啊，这个。我就知道有人，天哪，没打你，别跑，我忘锁定了，天哪。我还是被他弹飞了啊，这个现在对，好像开始有点卡了，这个也是对啊，天哪。这个地方的话被塔下搜一下吧，天哪。然后接着出鞋子啊，接着出这鞋子，这鞋子的话是为了方便一个追杀。那因为对面呢是有2个以上这么一个法师的一个角色，
那我们队的话就没错，我们队的话就我以为是我帮健身了，也是醉了，天哪！确实也是一直要看一下那个小地图，否则确实挺醉的。我看一下，剑圣可能想从旁边啊，剑圣呢可能就是想从旁边给我一个技能，然后把我直接干掉，有可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就靠边一点站，没错。啊，我们不上当啊，我们依然是在这边躲一下，然后开着盾就上去了。也是挺醉，好像前期的话基本上就猥琐是最好的选择。好，我们接着出第三号技能，然后呢这里的话我们要出魔法黑切和精灵，魔法就是魔法盾，黑切的话就是这把东西，我们先出个魔法盾吧，主要是我们现在面对他那个技能确实也挺碎，我们加一个法抗。哎呀，我没开盾，我居然没开盾。哎，不过那个好像他也走了，呵呵，好吧。耶，天哪，我按了几次，但是刚才竟然没有用。什么情况？这个怎么感觉我这个转的时间变得那么短了？然后呢现在呢是直接是一直加这个中间的这么一个二号技能，然后呢哎，让我们过去，我们转一下剑圣啊，然后剑圣被我们蹬跑了啊，但是呢剑圣也只是在消耗我的技能啊，他没有那个很傻的就直接跑掉啊，我们接着开一个盾，然后在这转。然后呢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亚瑟王的第一号技能呢可以对塔造成伤害，就是原本塔只能是被普通攻击进行一个拆除，但是呢亚瑟王的这么一个一号技能呢是可以对塔进行一个伤害。就是算是一个例外吧，这里的话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貌似刚开始不太有可能，因为现在这个地方主要来说亚瑟王的 CD 技能 CD 还是比较短的啊，所以还不错。哎，其实我根本不是要砍剑圣的啦，但他一直追着我砍，这个也是挺碎。我们现在要出盾，精灵盾，所以的话依然是，但是我们就先不开盾了吧，等一下可以开盾去跑，现在的话开盾貌似没什么用。这里的话应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选中，然后开个技能，大家可以看到但是现在伤害不是很明显啊，这个天哪 Oh my god， 我们去转这个剑圣，去转这个剑圣，天哪，没能干得掉他，也挺醉。我就不信他还敢过来。这个好了，我们搜一下，那现在我们接着加三号技能。天哪，丢，哎，他沉默了，转过去，哦天哪，
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我作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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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作死了！天哪！哎呀，我输错了！天哪，完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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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，略有些激动啊，不过，算了吧。我们先把这个卖掉吧，然后直接出我们的魔法盾，然后等一下呢接着出我们的精灵啊。这个有刚才是略有点激动，想快点出装，所以天哪，他们在那边，我这个血也不够，看一下顶多打个辅助吧，开个盾就上。哦，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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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了，没有小兵也是醉。我们在这里等一下，等过来，然后不过基本上他们都在那边，我们现在呢接着是去拆塔，不过他的血够了，我们可以去拆，但是我们接着给大家用这套技能。其实这套技能的话还算明显吧，一个伤害。天哪！哎，我干嘛要跑啊？真是的，我钻死他不行。哎呀，好吧，没有多少实力能钻死他。虽然说有两级的差距，但是。我们现在接着要去出精灵16版，好吧，600精灵你值得拥有。好的，到我们说，天哪，没收到，还想补个兵的，现在没收到头，好吧。我们剑圣很给力啊，已经拆掉了一座塔，不过剑圣的话拆塔确实也挺快的。我们接着出，喂喂喂喂！天哪天哪天哪 ！Oh my god！ 这个锁定的一个系统确实还是有那么多缺陷，还有部分缺陷，所以开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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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，赶紧跑！天哪，中了一招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去出一个精灵了。那基本上对付法师的话，我现在。已经还行了吧，接着走。哎哎哎，他竟然不跑！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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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还是开个盾吧，我们现在，不错，我们队友过来了，我们剑圣。好吧，比较强大啊。来拆啊，拆得好快，只能说好了，又一座塔要没了。看来这一期视频的话是不能给大家看这么一个出装了啊。好的，结束。你看一下，那刚才呢应该还有个黑切，然后最后呢是要出正宗和魔龙。那先告诉大家，那既然不能出全部出完给大家的话，就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剩下这两格呢是要出这么一个黑切，就是这个。就黑切所谓的这么一个屠杀者，然后呢接着出正宗和一个魔龙。那魔龙是什么呢？魔龙就是魔龙之心。那大家可能说是已经没有空格了，怎么出魔龙之心或者正宗和黑切？那就是要把这么一个珠宝盾给卖掉。对，没错，卖掉，但我现在卖不掉了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呢，也是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希望大家
点击订阅支持我一下。如果对我视频有什么建议还有意见，都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。好的，我是紫云统业，那大家再见，拜拜。